我们接着讲这个内观。这个内观很好啊，这个讲了呢对我们打坐都是有帮助。虽然师父也教了啊，要持咒念佛号，但是呢有了这个内观的这种修法呢，你打坐的时候呢，至少这个觉知和平等心会好多了啊。还有一个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呢，这个佛号每念一句佛号啊，都在觉知，也在唤醒你的平等心，还有唤醒你的觉知啊。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维持这个觉知和平等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念在万念，这跟他们的修法还是有点不一样啊。他们的修法呢，就是观身体的感受，什么从头观到脚还是这样的。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要把他这个觉知和平等心要搞明白学会，这个很好啊，非常好。有些时候也可以用用，打比方你不想念佛号的时候，你可以念保命器的时候，是吧，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佛号也不是一直不可能一直念啊，有些时候换着用啊。那你的心就是比较平静的时候，就是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不念佛号，你就保持觉知和平等心，是吧，观观你的感受，或者身体不好了，练练保平气，做活定，可以让身体好得快一些。然后我们接着讲哈，昨天都没讲完，差一点点。心性本是无常，生灭为其本质，若其升起并被根除，就会带来真正的安乐。每一个习性反应升起又灭去，在下一个瞬间又再度升起，都是循环不已。如果我们能够培养智慧并且开始客观地观察，这种循环呢就会停止了，开始根除习性反应。只要我们不起盲目的反应，一层又一层的旧习性反应就会升起并被根除。能够除去多少旧的习性反应，就能享有多少的安乐，享受从痛苦中解脱的安乐。如果所有过去的习性反应都被消除殆尽，我们就得以享受到全然解脱的无限安乐。内观可说是一种精神的断食，由此清除过去的习性。我们一生当中每个片刻都不停地产生盲目的反应。现在呢，借着保持觉知以及平衡，我们开始在某些片刻不再起盲目反应，不再产生任何的习性反应。无论这些片刻是如何的短暂，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因为至少让我们体验过这种境界，我们感觉到这个境界真好，是吧？没有习性反应，心很平静安详，然后身体也没有什么痛苦，因为他们带动了反向的运作过程，也就是进化的过程。想要启动这个进化过程，必须真正做到无为啊！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确确实实不再升起任何新的盲目反应，就是不再执着。什么叫不执着呢？就是你自由。什么是自由呢？就是你可以随意选择。自由的意思就是可以不是盲目的跟着业习啊，不会被业习所牵引，而是自由选择，这就是自在啊。不执着的时候呢，你就怎么做都是对的，因为你没执着啊。你有执着的话，任何方法都是错误，怎么做都是错的，是吧？怎么做都是错，你布施也是错的，是吧？你修安忍还是错的，因为你执着啊。我要是没执着，我不安忍，我不布施，那我还是也是对的。布施也是对的，因为你没执着啊，是吧？这有些人我就不给他做布施，不知道感恩的不布施给他，不布施也是对的，是吧？因为这样人没不知道感恩的人，你布施给他害，你不是害他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智慧的时候，你的心啊，那怎么样利益众生来做的，不是盲目的反应，啊，不是跟着习性反应走。无论所经历到的感受起因为何。我们只是以平等心观智，如同点亮一盏灯就能驱除一时的黑暗，觉知和平等心呢
就自然能够清除旧的习性反应。佛陀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乐善好施的人，但在故事的结尾，佛陀下了一个结论，即使他做了最大的布施，若他能以恭敬心归于觉者或正法慎重，其功德将更加殊胜。就是说即使他做了最大的布施，把他所有的财宝都拿来布施给穷人，但是呢这个以恭敬心皈依三宝，功德更加殊胜。皈依三宝的功德呢比最大的布施功德还要殊胜，就是皈依三宝是非常殊胜的。即使他能如此，就是他能恭敬心皈依三宝，若他以恭敬心手持五戒，其功德更加殊胜。能守五戒那就更不得了了。即使他能手持五戒，若他能在短如挤牛奶的时间里面培养对一切众生的善念，功德更加殊胜。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慈心慈悲心，不一定是菩提心就是慈心。即使他能够挤牛奶的时间里对一切众生起善念，但是呢他能够在一弹指的时间里培养对无常的觉知，其功德更加殊胜。所以说你看我们打坐的功德多大，我天天催着你们打坐，你看这个你这一天当中哪怕就是一弹指的时间对无常的觉知你的功德远远超过前面的，是吧？你什么布施皈依守戒呢，对众生起善念呢，都不如对无常的觉知功德更加殊胜。所以师父天天去培养你们最殊胜的这个，是不是一教奉行就很快了当然这个也是有次第的了，这就是一个次第如果布施都做不到的人呢皈依三宝是不可能也是一样的，没有皈依三宝他也守不到五戒，守不到五戒他也不可能起善念不起善念他也不可能有这个福报能够听闻到这个细无常的这样的智慧，听不到至少我们起过这个善念，我相信在座的人所有的人肯定至少是挤牛奶那么一点时间内起过一些善念，是吧？虽然等一下又起恶念了，都起过挤牛奶这么点时间对众生起善念还是有的。所以说呢你们就有福报听闻这种诸行无常这样的法并且培养出觉知来所以说这个不是谁都有福报听到这样的法，有些人听到了跟没听到一样听到了他一点没听懂或者他听到了就打妄想去了，在这里福报不够的人就会这样，虽然人坐在这里但是他都没有听到升起了圣解才算。所以说培养对无常的觉知不是那么容易一天忙到晚他都是执着的四件八法的，哪里有时间坐下来观无常觉知无常，是吧？不是很容易的，想不起来的。所以师父天天灌给你，你的福报大。所以这个为什么叫灌顶，就是这个意思天天就灌给你叫灌顶，不吃就灌也许呢修行者只能在一个小片刻中觉知到身体上的各种感受的实相因为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烦恼中习性反应嘛，所以只有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觉知到身体上的各种感受的实相。因为他了解瞬间生灭的本质，所以能够不对他升起盲目的反应，因为他是 瞬间就没了细无常嘛，如果到刹那就生灭了这个感受，那你执着他干嘛，是吧？你贪爱他干什么，嗔恨他干什么，是吧？你对所有的感受再也不去贪着也不去嗔恨，因为所有的感受都是刹那生灭的，这个就是感受的实相。感受的真相就是刹那生灭无常的，这个是肯定的那你要是没观到的话，你慢慢的去观，当你第一次真实的觉知到了感受的这个刹那生灭无常的实相的时候呢，瞬间生灭的本质，是吧？那么你就能够开始不起盲目反应，这起盲目反应没有意义了，你发现是不是瞬间就无常了，你怎么会执着呢你还起什么贪爱，还有什么嗔恨呢？你马上就会歇下来，它没有这么蠢我相信所有的人观到了实相一定会停下盲目的反应。
即使是如此短暂的片刻也会有极大的效果呀。随着耐心有恒持之不断的练习，保持平等心的短暂片刻会逐渐增长，而盲目的反应的片刻呢会慢慢减短，渐渐的不断起反应的心灵惯性会被打破。过去我们这个感受和这个习性反应呢是起得太快了，就是你几乎都分不清楚啊，到底谁先起。我们凡夫愚痴的时候，没有这个佛菩萨跟我们这样讲的这么细，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是吧？一团浆糊，是吧？到底是我们对执着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起习性反应也不是很特别清楚啊，都是糊里糊涂的。现在就很清楚了啊，现在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对这个感受啊起习性反应。那么呢，这个不断起习性反应的这个心灵惯性呢被打破了，旧的习性反应呢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减弱了，被根除，直到有一天不再有任何过去的或现在的盲目反应，心也就由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烦恼了就会痛苦嘛。痛苦的时候呢，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肯定自己起了不好的习性反应啊，起了恶念，起了不好的念头。那个时候你就好好的忏悔，念金刚萨埵心咒或者念佛号啊，念，慢慢的把这个习性反应去掉。然后呢，你发现你的心呢，心中的那个执着啊没了。痛苦呢慢慢很快就会消失掉，你心会变得很开放啊，然后呢也很舒适啊，很心安啊，但是又不能执着，你一执着又会起烦恼了，所以说不容易啊。我们凡夫呢就是很容易起执着啊。听课的目的是让你熏习一下正知正见，让你升起这个觉知来，升起这个平等心来，然后呢就开始打坐，是吧？因为前面的听课呢熏一下啊，让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这样的还是很好的。这些课呢虽然我们都听过但是呢串习一下，随文入观一下嘛，因为他在讲的时候你就跟着他用心就不要太执着啊，也别嫌他听过，就是你听一遍就等于串习一遍，就像念经一样的，是吧？有些人念经一辈子都念一个经，哎呀他也不嫌烦，我们还是嫌烦，没听几遍你就烦了，是吧？念几百遍几千遍的念都不烦，为什么？他其实念的没有啊，他就执着功德去了，他根本就不在念经，他是念字。好，下面是问题和回答。问：今天下午我换了一种新的姿势，用这个新姿势我可以坐久一点，也不用换姿势，而且背也可以保持端直，但是这样一来呢却不能感觉到很多感受，不知道感受到底会不会出现，还是我应该换回原来的姿势，不要故意选择一个不舒服的姿势来制造感受啊。如果练习方式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让你坐在钉床上，这些极端的做法并没有帮助，应该选择一个舒适的坐姿，让你的身体可以端直，让感受自然的出现，不要勉强的制造感受让他们自然发生，感受会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可能因为你在寻找过去曾经体验过的感受，而当时呈现出来的却是别种感受。所以呢，我们不要寻找过去的感受啊，不要回忆过去的感受，而是观察现在的正在发生的感受感受肯定会有的你身体没有感受，心上肯定都有感受，不可能没有感受。你要是没有感受你就死了，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你就睡着了都有感受，只不过你不记得了。所以我们的心很粗啊，观察不到啊，感受很微细。问：跟以前比起来，第二种姿势会让我觉察到较微细的感受，原来的坐姿才坐一会儿就得变换姿势。这样说来，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姿势了，现在让感受顺其自然的发生，也许一些比较粗重的感受已经消失，而现在你必须去处理较微细的感受，
但你的心还不够敏锐，没有办法感觉到。练习一下观呼吸，让心变得敏锐一些，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专注，同时呢让你比较容易观察到微细的感受啊，这烦恼少了，习性反应没有了。如果你一点习性反应都没有了，那你的感受都能够感受得出来。我们多数还有的，其实我们的习性反应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只不过没有那么强烈，所以说呢这些习性反应都会遮挡我们的感受啊。如果你的习性反应一点都没有了的时候啊，六根完全清净的时候，你感受是非常敏锐的啊。但我们都一般都还做不到，都会有一些啊习性反应，就是当痛苦啊，当各种感受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习性反应，只不过很细啊，不是那么粗大的习性反应。我们现在你要说没有习性反应，那是不大可能啊。啊，什么你深入禅定，三禅都还有了，妙乐啊，你也是有习性反应的啊，有贪心的啊，在三禅天还有贪着，那四禅天也有啊，四禅天那个清净，你有贪那个清净的，你还是有习性反应的啊。你在四禅天啊，在四禅升起来的时候，你还是有贪着那个清净，你不是还是习性反应吗？对吧？你以为没有吗？啊，到了无色界天，那对那个空境又起了贪着心了，那还是有习性反应的，是吧？你起了贪着啊，对吧？你别以为没有啊，三界的众生对自己的境界都是执着的啊，不管他多清净啊，四禅天的众生清净吗？是吧？那四空天的众生更清净，更空，啥都没了，但是他还是有执着。那我执也有，对空境的执着也有，贪着也有，既有无明也有贪爱。啊，无色界天的众生啊，我执就是无明啊，啊，对空境的贪着就是贪爱啊，所以说还是无明贪爱都有啊，啊，你看，这所以是众生啊，无色界天的众生，他以为他已经解脱了呢，他还以为，事实上他是个众生，凡夫啊，所以说呢，这没有解决问题啊，都有的，禅定那么深，啊，神通都会现很多，但是一样会有啊很多的习性反应。下一个问，我一直以为初中的感受比较好，因为这样表示一个旧的习性反应升起来了。当然不一定是这样，某些不净烦恼会以非常微细的感受方式呈现啊，非常微细的感受啊，就会让你升起烦恼啊，你自己都觉察不到为什么起这个烦恼，是吧？你坐那里莫名其妙就起烦恼了，你也不知道是某种感受升起来的，你没有觉察到。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妄念呢？为什么起这样的烦恼呢？啊，你那个感受你没觉察到，很细这个觉受啊，感受很微细，所以说呢我们觉察不到。为什么要贪求粗重的感受呢？无论升起的是粗重的还是微细的，你要做的是只是去观察它们。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试着去分辨哪个感受是和哪个习性反应相关联？这样做是白费力气的啊，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一个洗脏抹布的人停下来检查布上面那块脏污是哪个原因造成的，这样做对清洗抹布一点帮助都没有。要想将布洗干净，重要的是要一块肥皂，同时正确的使用肥皂。如果懂得好好的洗这块布，所有的脏污自然就可以清除掉。同样的道理，你已经得到了内观这块肥皂，现在应用它来清除心里所有的不净烦恼。如果你去寻找某些感受的起因，就是在玩理论游戏，忘记了无常无我。这种理论化的方式呢，并不能帮助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观这个起因。是吧？衣服脏了，你就把洗干净就行了，是吧？你就问这个起因，你一直往前追，你永远都追不到头啊！啊，因中还有因呢，找不到最初的因了，一直找，一直找，找到潘多拉的盒子了，但是还是不是最初的因啊！又找到那个，找到魔头了，最后呢，找到无明，那又怎么样呢？佛法里没有说有最初的因啊，没有第一因呢啊。有最初的第一因，
然后慢慢的看产生了世间万物，这是外道的说法。佛法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问，我有点糊涂了，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观察，又是谁或什么被观察。答，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答复能令你满意，你必须自己去检查这个在忙着修行的我究竟是什么，这个我是谁，不断的去探究去分析，看看是不是有个我啊会出现，如果有的话就去观察它，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就接受，哦，原来这个我是个幻象。那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就是叫你先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啊，观察到无常以后呢，感受到无常，然后呢观察到无我啊，其实这个是这样，最好是自己去观察啊，这个观察的这个当然是这个心在观察了，觉知，那个觉知的心呢，你回光返照一下，这个觉知的心是不是我呢？应该不是我呀，如果是我的话，它不会这样子变来变去，它也是无常的呀。这个觉性，它好像不是无常的啊，但是它呢，事实上还是无常，因为它有些时候就没有了，有些时候有觉知，有些时候没有觉知，有时候觉知是念念相续，有些时候觉知又没有打湿掉了。就从唯识的角度来说，这个觉知就说了，它是一个心所，一念心所啊，还有这个慧心所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心所。问，有些类型的习性不是正面的吗？他是这样问的哈。是正面的，就是为什么要出家。答，正面的习性呢，鼓舞我们朝着解脱之道迈进，但是一旦我们达到了解脱的目标，所有的习性都应该被舍去，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就好像你用竹筏渡河，一旦渡过了河，你不会将竹筏顶在头上继续你的旅行，竹筏已经完成它的任务，现在再也不需要它了，所以应该将它留下来。同样，一个已经完全解脱的人不再需要任何的习性。一个人得解脱不是因为他有正面的习性，而是因为心的净化。所谓的正面的习性就是善念了，还有一些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执着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正面的习性反应可以帮助我们朝向解脱之道迈进，鼓舞我们啊，能帮助我们。但是，一旦呢到达一定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它了。一定达到一定的目标以后，就是用不着了就。虽然没有达到就近的目标，但是呢，过了某一个阶段，这个东西就用不上了。就像那个竹筏一样，是吧？虽然过了河，并不是就到了终点，但是呢，这个时候竹筏就不要了。这修行也是这样啊，并不是到了终点才要舍弃一切工具，而是边走边舍啊，有些该舍的就得舍了，走到一个阶段就舍掉一部分。修行也是这样啊，我们修小乘的观修无我的时候，就这样观修，如理作依啊，去除你的我执。到了大乘的时候呢，你这个小乘的这个智慧又要舍掉了，不能执着它了啊，不能停留在这样的小乘的智慧境界里。你不舍掉小乘的智慧境界，你怎么能够超越呢？你怎么能有大乘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啊！你必须要舍弃小的啊，八菩提心，所以说要舍小啊，这个一样要舍。所以七觉知里面最后就是舍觉知，舍觉知的意思就是你修成了，到了目的地了，就是舍觉知了。所有的修行的成功，最后一个觉知就是舍觉知，对吧？舍觉知就是都舍掉了啊。把你的前面的这些觉知都舍了，成功了啊，就到了目的地了啊。那么你要换新的修行方法，往更高的更大的解脱上迈进的时候，你需要新的一些方法，还有甚至包括理论，就是你智慧，这个时候你需要更高的智慧，更深的智慧啊。问，为什么在刚开始练习内观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不愉悦的感受，为什么愉悦的感受后来才出现？内观会先帮助我们清除最出众的不净烦恼，
当你扫地的时候呢，你会先将所有的垃圾和杂物一起扫走，之后才可以扫得越来越细的灰尘。内观的练习也是如此，首先根除心中粗重的不净烦恼，剩下较微细的不净烦恼呢，以愉悦的感受呈现出来。你有可能会对这些愉悦的感受产生贪求，因此呢，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误将愉悦的感官体验当作最终的目标，一定要继续客观地观察每一个感受，才能根除所有的习性反应。就到了，你看到了欲界定、色界定啊，都是愉悦的，都容易产生贪求。先去除这个贪心。问，你曾经说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床单，也同时有洗床单的肥皂。今天我觉得我的肥皂快用完了。今天上午我的练习非常精进顺利，但到了下午呢，我开始觉得毫无希望，而且很生气。我对自己说，有什么用？那情形就好像是每当禅修很好时，藏在里面的敌人也许是自我，也伸出同样强大的力量将我打倒，我觉得没有力气与他对抗。有什么方法让我退到旁边，不必对抗的这么辛苦？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答：保持平等心就是最聪明的方法。但是保持平等心本身是需要去闻思的需要这个因果证件，我们说的空性证件，来自出离心包括修菩提心，这都是练习平等心的好方法都有帮助是吧？你有出离心的时候，对很多的习性反应就平等的多了。就是修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等心，所以说它是最好的方法嘛，智慧嘛。那保持住是比较难我们经常保持不住，经常被这个烦恼占了主导被这个烦恼占了主位，被习性反应占了主导地位，我们平等心被它压住了，升不起来了，是吧？那个说烦恼做主，智慧靠边站，就是被压得忘了忘的一干二净的。你所经验到的现象非常自然，当你觉得修行的很顺利，心变得平衡了，就能够穿透心识的深处，这种深度的心灵属数撼动了过去的习性反应，使得它浮上新的表层，知道吗？你看，就所以说你就会翻出来在接下来的禅坐时段里呢，你就得去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风暴。在这种情况下，平等心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会压倒你，使你无法禅坐。如果你的平等心微弱，就先练习观呼吸。当强烈的暴风雨来袭呢，你必须放下船锚，把船停住。这个暴风雨来了怎么办呢？你先不要往前走了，先停下来把锚放下来，抛锚静待暴风雨离去。呼吸就是你的船锚，练习呼吸，观察你的呼吸，情绪的风暴自会消退。不一定到时候是吧？你光呼吸，你呼吸越来越粗重，越想越气气的就跳起来，这个时候你控制不住了，你光呼吸也没用我看光呼吸不是最好的办法，是吧？你那个时候要去听闻智慧的佛法靠着上师的智慧的法，智慧法呢解除你心中的这种暴风光呼吸是明白那个时候不起作用了听闻佛法，听闻这个佛陀的教法上师的教导，亲近善知识这样的话，你本来挺烦恼的是吧？你跟上师待一会儿，就高兴了是吧？心情就好了，烦恼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了。事实上呢，负面情绪浮上表面是好事情，因为这样一来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将它清除。如果你能保持平等心，负面的情绪自然会轻易的灭去，是吧？那你不可能有烦恼去找上师，也不可能都去找上师。你就听法，是吧？听师父的法，那法是最好的。听法，那哪一部分的法最适合你现在听？
你赶快找出来听一听啊，听一听，哎，这样的话呢，加持一下，说不定你的那个就想明白了，暴风雨就停下来了，没那么容易啊。有些人这个，那个时候都想不起来要听法了，啊，像小孩一样哈，想不起来要听法，还是要找上师，啊，要找一定要找师傅，我叽歪几下，啊。问：如果我不觉得痛，还能从练习内观中得到什么益处吗？答：如果你能保持觉知和平衡，那么无论你是否觉得痛，你都确实在进步。那并不是说非要觉得痛才能在解脱之道中进步。如果你不感到痛，就接受这个事实，没有痛，你只是去观察当下是什么。啊，你肯定还是有感受的，不痛，舍受也是有的嘛，是吧？你身体里面的气脉的在动，怎么会没有感受？只要你有呼吸，就一定会有感受，没有呼吸也有感受。昨天我有一个体验，好像我整个身体都消融了，那感觉就像身体各处只是一团轻微的震动。然后呢，当这个情形发生时，我想起小时候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方法可以让我回到那种体验，而它竟然再度发生了。要问，然后呢？所以很自然的，我希望这种经验能够持续下去，我想延长它，但它变化消失了。然后我就想尽办法，希望那种体验再度出现，但是没有。相反的，今天早上我只有粗重的感受。然后呢？然后我发现我把自己弄得很不快乐。因为我一直想找回那个体验，然后呢，然后我了解到，事实上呢，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求某种特殊的体验，对吗？对，我们来这里是学着去观察每个体验，但不对他们起盲目的反应，对吗？对，所以说内观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平等心，对吗？对，问：我觉得要将所有过去的习性反应一一除去，似乎得花上永无止境的时间。答：如果一个片刻的平等心恰恰减少一个旧有的习性反应，那确实得花上无限长的时间。但事实上，对感受的觉知力会带给你达到心的最深处，让你得以铲除过去习性的根。如此一来呢，如果你有很强的觉知和平等心，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里，你就可以铲除整个习性反应的盘根错节啊，连根刨了啊，斩草除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把根都挖了，那么呢再长不起来了，习性反应没了。问：那么这个过程要花多久呢？答：要看你累积了多少需要清除的习性反应，还有你练习的是否精进啊，这两个，一个是习性反应的轻重，还有一个呢就是精进啊的程度。你无法衡量过去积累了多少盲目的反应，但你可以确定，你越认真的练习，就越快的迈向解脱。坚定不移的继续朝目标努力，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终会来临，很快就会来，不会很慢啊。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修到一定的时候啊，这个觉知力啊很厉啊，觉知力达到一定的时候啊，把你带到心的最深处啊，然后呢铲除过去习性的根啊，连根都断了，就是不起这个反应了啊。到后来那个习性反应呢，就来得越快，去得越快，越来越弱，后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后来的习性反应的力量越来越小，然后你的觉知力越来越强啊，所以说后来呢习性反应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后来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弱，断的也容易，不要多久习性反应就啊没了。佛陀说了是吧，七天就可以了，慢一点的七年啊，大念祖今天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